嘿，小 baby，不早了，该起床了哦，起来吃早饭啦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淇。Morning， 各位，这里是每天早晨八点钟活力上线的全娱乐早八点，我是西西。本节目由喜欢你没道理，吃了再跟我讲道理的乔乐兹冠名播出。今天呢是清明节，也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小长假。不过说起清明节哈，一般大家印象里都是春暖花开、旅游踏青的好时节。但是今年清明节呢，天气真的特别的诡异。昨天北京就莫名其妙的下起了一场鹅毛大雪，而且全国很多城市啊，温度都忽高忽低。昨天穿短袖，今天穿羽绒服，所以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做好攻略，看好天气预报，别晚上感冒了。另外呢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，我们这次清明节的假期呢是周四、周五、周六三天，周日就要正常上班了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。不要因为小长假耽误了正常的上班时间。好啦，那大家这个清明节有什么出行计划呢？欢迎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。接下来就是每天都来报道的不得不看，让小编作品累到吐血的搞个大新闻。这两天有台媒称，自从当上网红美妆博主后，你们的范爷最近还准备投资医美事业。曾经大黑牛就专程陪他到台湾，花了7个小时做过镭射净肤除斑，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肤色不均。还嘛，比你白、比你富、比你美的人都在努力，而你又在干啥？啥啥？还是那句话，女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，毕竟看完人家的脸，再看看自己的脸，真是随便长着玩的。邀请歌手方面出现了疲态，或者有一定的资源枯竭这样的感受，希望可以听到新颖的一些，不要都是那种高音，更多元一点。每季歌手都在面临观众审美不断提高而带来的挑战。就在这期歌手即将在我大优酷迎来突围赛时，有媒体突然爆料，歌手导演洪涛离职申请已于日前获批，在结束本季的所有录制后将正式离职湖南卫视，并称下一季歌手极有可能停播。翻看洪涛老师微博，他在上月17号写道，能做这样的节目是人生的幸运，也许再也没有了，珍惜。当时就被瓜友调侃，整得像跟观众告别似的。而且回看歌手开播第6季以来，张敬轩、谭晶盖的几次事件，确实也是命途多舛了。如果让一些已经成名很多年的跑这儿来像一个快乐男生一样 PK， 恐怕我不会来。新季开播之初，洪导还因为感慨明星男优而当场落泪，难道这是要实锤？网友不舍，从黄绮珊、邓紫棋、迪玛希、韩磊等等，到本季腾格尔、李泉、KZ、李晓东，歌手创造了无数个金曲，挖掘了无数被忽视的音乐人，审美疲劳的锅不应该由优秀的团队来背。不管怎么说，歌手确实是高水准的音乐节目，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请淘宝保护好自己的发际线。就在观众粉们买上矿泉水准备一杯敬歌手、一杯敬洪涛时，洪导更博了，分享了一句工作的座右铭：初心永记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初心？咦，这不像是要走啊，更像是一条道走到黑啊。瓜友一脸懵的时候，有湖南台工作人员辟谣称，刚刚在歌手现场听洪老师说，他微博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初心永记，地点是湖南广电，这也正是他明明白白的心啊。简直哪泥平放，怎么跟公布歌手名字一样一波三折？难道洪涛老师这是亲自上阵搞宣传啦？不过也有网友认为，应该是猎头公司风花试水。哎呀，不管怎样，反正没几期了，这周五的突围赛，究竟我们薪水却没能晋级的歌手能不能抓到翻盘机会？决赛直播期待汪峰有没有穿上战袍皮裤，结石姐的帮帮唱嘉宾到底是哪位，哦，哪几位国际巨星，直播现场会不会出现破音车祸？得，不管以后还有没有歌手，都当最后一季，珍惜着看吧。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，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。最近一段大 S 模仿秀在网上曝光，谁说有颜值的人不能有精湛的演技？模仿喝醉的小 S， 我真的觉得，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？我现在3个女儿，我也很好啊。我妈妈也生3个女儿啊，我多羡慕她。模仿妈妈打麻将，哎呀，自摸。模仿老公对女儿未来男朋友，滚。
围观群众纷纷表示，到底是姐妹，不看脸完全是一个人，赶紧病好出来演戏吧。我就说嘛，一个滚字都没了弯弯口音，果然扭曲的灵魂一个人也可以撑起无聊的岁月。最近蔡依林工作室发布了一组主令在机场手提 J 字大灯牌包包和粉丝亲密合影的清爽街拍，并配文春意盎然的四月天，枝头暗藏含苞待放。可谁想发布微博没多久，却遭本尊前来 diss， 这才是歌迷走后的风景，别跟我提什么鬼机场时尚。甚至还连续翻牌粉丝，灯牌举着是挺酸的，你们的手臂是真的结实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姐不想机场街拍，但还是要点赞，毕竟口是心非的女人，惹人爱。姐妹情深深几许，娜姐隔空送祝福。昨日恰逢陈乔恩40岁生日的 Big Day， 继好姐妹奚梦瑶凌晨发来生日祝福后，在家忙着带娃的谢娜也不曾忘记好姐妹的生日，同样发文送来甜蜜的祝福，还晒出一组之前的亲密合照，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。照片中谢娜和陈乔恩戴着墨镜，酷劲十足，但依旧笑容满面。不过没有新合照，给你一个5星差评吧。而网友看到照片后表示，恩娜 CP 的大旗永不倒，两位女神都美美的，都要幸福，友谊长存。但见新欢笑，哪闻可可哭，爱犬王可可一直以来都是妮莉思聪老公的心头号，私人飞机奢侈品，各种高级伙食来伺候，让网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到底啥叫人不如狗。不过王可可最近可能要失宠了，因为王思聪罕见地在社交网站放上了照片，并宣布自己的新欢是这只小柯基。小柯基也乖巧地趴在思聪爸爸的手臂上，迎来自己的狗生巅峰。而照片中比小柯基还要强劲的是逗着他的一只妹纸的手，纳尼，难道是王思聪的新女友？不过网友表示，你撒狗粮又怎样，这手上的指甲也太丑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。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，全娱乐早八点给你一整天的活力，我是西西，下周一早上8点，全娱乐早八点和你不见不散，拜拜。三巡酒过，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。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，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醒我的向往，温柔了寒窗，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，不怕心头有雨，眼底有霜。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，守着我的善良，催着我成长，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，灵魂不再无处安放。这世界很酷。